而且哦，那个好香哦，就是鸡蛋糕的味道都有出来。对啊，而且它那个奶油，因为它薄薄一层，所以不会腻，刚刚好。哇，糖给妞妞加加加，都是糖粉。吃那个波士顿派会变成大花莲。对啊，没关系，吃到那么好吃的东西变成大花莲，我也愿意，好不好？不过哈，老师，你们觉得少一点什么东西？嘉瑜，那当然哦，吃波士顿派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搭配美味的咖啡。休闲假日来一趟不一样的奇经之旅，放宽心，让眼底收纳专属于奇经的人文风情。老庙可以让你玩得很有深度，而看似普通的波士顿蛋糕却有着淳朴而实在的好味道。而这样子的感觉啊，不就正像是奇经给人的感觉一样吗？有深度，淳朴而美好。我讲说吃是一种艺术啊，他也可以骂人，也可以那个赞美某些人。你说吃是有艺术。做厨师哈，不管做哪一个行业，做什么像什么。煮菜哈，你有用心去煮跟没用心煮出来，这个真的颜色啊、口味啊，那个感觉，你把它当做一样。要放感情，真的是要放感情去做。你把它当做一个你很高兴、心悦诚服的去做这件事情，那你做出来料理真的不一样。哎，爸爸做这行真的是很辛苦啊。对啊，每天都在那个炒菜啊，在厨房里面忙东忙西的，这样自己去体会才知道啦。因为以前都不知道。现在好久叫我要上门。他跟现在年轻人一样了，不会煮饭给老婆吃了，给老爸吃了。他在家几乎不煮的啦。你要想吃他一顿，我想应该很困难的。对，三只脚的，对切。你这个啊、哦，剁的时候，下次剁的时候再短一点。我跟他在紫微斗数本命宫里面都有天厨。把菜做好是我们天职，可是你不能做到那么累的做，可能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分钟。譬如说最后一道菜是水果或是甜汤，你把它搞砸了，前面100分完了，你可能瞬间变成40分、30分。我觉得当厨师就是已经是很不一样的职业了啦，真的。那又可以当在五星级饭店当主厨，跟别人竞争，这样是一种怎么讲，很光荣的事情。我对他的要求啊，是一般学徒工的可能2倍、3倍这种责任，对他那种责任上的要求，我对他要求很严啊。他有一次他好像被我骂的，好像在旁边在哭啊，很伤心啊。那他也不愿意表现出来，他有时候躲在别的地方。我说今天啊，因为他是我儿子，如果他今天不是我儿子，我不会这样要求他。他说万丈高楼不必起，因为如果他根基打得不好，他以后厨师这条路会走得很辛苦。如果你把底打好的话，我也可以早点退休啊，可以接我的衣钵这样。我觉得他的待人处事的一些事情都做得真的是很成功啊。然后像厨艺方面就不用说，都有的。做料理好像就做人的道理一样，他让人一路下来，他都有他的典故。我不太愿意他让别人去用他。我们是千里马，可是我们要找人。我一直在讲的，我会。
可是我们还到目前还没找到真正伯乐啊。我觉得人还是要知福啊，要看得起自己，要把自己的包袱设宽，越大越好。六妹只要650元，够实在才敢大声，最高送礼券1000元，还可抽小笔电，请洽青联港都3401991。最新的卫教理念，为您传递健康养生的保健之道，拥有未来，追求健康。每周三晚上9点，请锁定 Channel 4健康9点。上网就是要 BB 宽频。BB 宽频推出母亲节回馈方案，现在申请 BB 宽频就有机会获得 Sony 笔记型电脑，再送你700元 7-Eleven 礼券哦！详情请洽青联港都有线电视。五月份游戏活动开始喽！自1999年5月1号到31号，户籍在高雄市的市民朋友，只要上网到青联港都有线电视网站下载游戏题目拼图，拼好后贴于明信片上，寄到高雄市左营区立文路42号公用频道好好玩收，就有机会获得福华饭店下午茶餐券哦。有什么热门的？BB 紧后内，六妹只要650，最高送礼券1000元，请洽青联港都3401991。高雄从工业城市变成水岸城市，因为有你的意见加入与参与，给高雄不断改变的机会。与我一起改变高雄，高雄亮起来。看电视3步骤：一，拿起遥控器；二，切换到 BBTV；三，爱怎么看就怎么看。BBTV 数位家庭聪明选择，详情请洽青联港都有线电视。好不好吃？太精彩了！Oh yes！ 上网就叫 BB 宽频，BB 宽频推出母亲节回馈方案，现在申请 BB 宽频就有机会获得 Sony 笔记型电脑，再送你700元 7-Eleven 礼券哦！详情请洽青联港都有线电视。BB 宽频六妹只要650元，够实在才敢大声，最高送礼券1000元，还可抽小笔电，请洽青联港都3401991。